南昌福利院洪虎浩是个男孩，2007年出生的脑萎缩，表现在就是好动，就是好动，视力还是弱一点，讲话不是特别清楚。他会这个背个什么诗啊什么的，会吗？唐诗啊，他就是讲话，他讲话怎么？他是讲话，但是需要你引导，就他不会主动跟我们说。啊，你问问他，让他说。子浩，我们去公园玩好不好？去吧，去。啊。他平时跟你们交流呢，他讲话呢，他跟你们交流没问题哈。